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601万例。 427 people have died in the. There are nearly 2,500 confirmed cases. It's brought one of the world's best healthcare systems to its knees. On January 27th, 2020, Zhang Boli, an experienc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octor, led his team to Wuhan to help with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In 2003, Zhang Boli tried using TCM to help SARS patients. 后来他们一个院长自己的亲戚也住院了，也病比较重。 他说能不能吃点中药？我说正好我一个学生在里边带那个病区，让他把这个病人的情况给我传出来，我给他开药，煮出药偷偷给送进去了。哎，三天以后他说这病人见好，我说怎么见好了？他说第一个退烧了，第二个想吃饭了。Whenever an outbreak occurred, Zhang Boli fought the disease on the front line. 白天他要去巡诊。 他要去讨论那个应对的策略，然后到晚上，一般都是11点以后到12点左右，他会来打电话。我们没有 N95， 也没有他们的所谓的防护服，就是把手术衣正反穿，拍舌头的话，那个根本看不清的，基本上是近距离的，也就是10厘米吧。校长跟您说过一些什么话？第一个是活着回来。 出来以后说的是，我还给你买了一份保险。老爷子真的不错。It was a difficult time. Lessons were learned. 中药有循证吗？喝出了问题怎么办？那么多人去服用。过去你给我一碗汤药。 你说你知道里边是不是样子？我说行，我给你测测。得用一年的时间。现在你给我一个一碗药，或者给我点药片，你说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能在几天之内，我告诉你里边有几百种，每种成分占多大比例。你看这次我做的那个宣肺白毒，虎杖就是他们筛出来，告诉虎杖对新冠病毒有效。17 years later, TCM was deployed differently with COVID-19. 中药很多宝库，但是要和现代科技结合，赋予古老的中药现代科技的水平，这是我们对这代人该做的。我们方舱医院最大的病因都是轻症跟普通性的患者，我们治疗的指标重点的主要指标，不让他转成重症的。 不传承重症的，应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限制新冠，限制新冠，武汉加油！武汉必胜！中国必胜！Due to hard work and cold weather, Zhang Boli fell ill in Wuhan. 但是打第一个针进去观察的时候，这个输中的情况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胆囊炎里面最重的叫急性化脓性坏疽性胆囊炎，也许不要几天，也许几个小时，真的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看得出老人是非常非常坚强的。手术之后的一两天，他紧急的就在医院里就开始办公了。他也是个普通的人。 但是他每一天干的工作都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3倍5倍的量，甚至我们都达不到。国有危难时，医生就是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党和国家教育了我，培养了我，使我成一个普通的研究生，成长为一个院士，成长为一个领军的人才。特别在关键的时候。
能够发挥作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为人民做点工作，感到幸福。中医药站在一个新的时代的起点，希望大家再接再厉。2050年，我要是活着的话，102岁，我不管活到活不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一定能实现。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